哇，这就是我们平时走出去的中心的街道——安塔利亚古城。哇，这个花太漂亮了！看这个门洞，哇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！哇，这就是花，太漂亮了。现在我们正好要去到古城的巴萨去买菜去，所以正好走到这个中心的街。我们来这儿的好多球友都走过这条街。正在等待着开业，每天他们基本上就在这个小桌子上弄两杯土耳其红茶。下次我就会有机会给大家讲两杯红茶。嗨，你好，哈哈，这是开到古城的边上，这就是我们。